第二十六题乘二十五题，若在原针孔附近再刺一个正三角形的针孔，其他条件维持不变，则烛火在纸屏上的成像会有何变化？那我们晓得针孔成像就是因为经过了针孔来成像的，所以如果你再多打个洞，它会再经过一次针孔，所以它就会再有一次的成像，所以它有一个洞就有一个像，两个洞就有两个像，而且它的成像呈现的是这个物体发光物体的像，而不是针孔形状的像，所以呢我们知道它并不会成为一个形状为三角形的像，而还是原来的烛火的影像，所以我们这题呢我们有两个针孔，所以我们就会形成两个像，所以第二十六题的答案呢我们要选择 C， 共有两个成像，二十六题答案选 C。